本土天团911凭借独特的歌唱魅力圈粉无数，今年更度入围金曲最佳演唱组合奖，人气和实力可以说是不容小觑。然没想到近日原定在15日到香港开唱，却在11日无预警宣布取消，让香港粉丝们瞬间傻住。主办方在社群上发文公告，因不可抗力因素，主办方宣布取消，将进行退票处理。而911也现身留言区说明理由，直呼我们想修改演出内容，可能调整场地啦，所以跟各方讨论后才决定延期举办。最后更呼吁香港的粉丝们，请再等等我们。不少粉丝在留言区表示，真的很难过啊。